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大達校加護君班。大龙干。剪接的妹妹，五花妹，五花妹最红，最红啊！眼眉毛贴两条海苔，是吧？对。好，啊，来考驾照，驾照。我们今天来突击一下。哦，看是拢来遮佚佗的，还是来遮是从啥？来看嘛，还是来色诱教练？要来看一下。好，走走走走，我去看一下。是，你十几年无来教练场？啊，无啦，无。我呢要带咱讲一台。是啊，我回来啊。上次我驾照也是这边考的，那个摩托车啦，重机。我在二十年前。啊，没有啊，车是对啊，车你十几年前考的，被驾的对吧？驾一个，那你凊彩进来，要驾。应该是足紧的，但是足久无开，唔知啊。看到前面那个人没有？那个装上去啊？为什么要装上去？啊，不然我还不踩刹车。对，那你还不踩刹车？对啊。哎，到报名处，我来报名。报名。这几回来报名啊？你感觉怎样？就驾向厉害。啊，我以前驾驶向厉害，用吊销驾照，我那就顶好。好险，我还没有这种记录。没有记录。喝车不开酒，开酒不喝车。啊，边开边喝，我就说了，边开边喝就可以了，那就可以了嘛。窗户摇下来，你讲还要我讲？窗户摇下来，警察说：“哎，先生有没有喝酒？”啤酒拿下，啪，正要喝。对吧？啊，你买你们怎么坑 A B 啊的话，对啊，不一样啊，对吧？变成故事的话嘛，啪，正要喝啦，好，然后就放。哎，用闻的不知道有没有事啊？不会啊，我来吹啊，来吹啊，吹啊，来吹啊！来，警察先生，可是那是你的鸡鸡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很醉。哇，进来啊，都几台了，都几台了。哎，阿丹那边那么多台，到底在哪一台里面啊？哎，看一下，照一下，哇，蛮多台的。哦，那有一台，有没有？他右转要出来，看啊，看右边脚压到了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像看到女生的。在里面就冲进去了，好，看到哪一台女生就对，冲里面用抓的，看用东西，哎，这拢无驾照的，这拢无驾照的哦，这都没有驾照的，啊，你真会用无驾照的东西，啊，你到底是剩余无照驾驶还是剩单擅闯式的地方？我唔知啊，应该是咱私闯，人你学啊你啊，哎呀，对哇，这较注意，这拢无驾照，这行路爱较注意，好吧？对台啦。你去创啊？动红灯哦、喔？没啊，变成红灯。有哇、啊！哦，平交道啦，回家来啊啦。哎、欸，敢这台哎，莫、欸、站着人呢？敢是？是啦，是啦。你有看到那个吗？海苔吗？有啦，海苔饭前两条在里面。耶，耶。哇！哎、欸，在干嘛？小姐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你没驾照哎、欸，对，我驾照哎、欸，哇，好哦，我叫东啊，你哇，哎、欸，你叫东啊嘞，哎，你还搞叫狗之类的，我电话在，哇，叫东啊，不要踩，好不要踩啊，不要踩啊，那先那个、哦、考一圈看看啊，好，考一圈，啊，你叫他不叫，哦，不要哦，这边有，我现在要打倒档，倒档啊。哦，要是九百呢？哦，过九百呢？哦，九百，然后倒出来，倒出来。再差四种不？输的先啊，是吧？好，输的先上啊，好好。来，剪刀石头布啊，剪刀石头布啊。哎，输的先啊，科比先。有信心吗？哎，要信心，我已经开了二十几年的车了。我已经开了二十几年的车了，都很优良。对，你要计时哦。对，要计时。等一下，阿北哦。哦，要虚啊。哎 ，F1 没错。哇。一二三，出发。我在打灯了。出发。啊，过来。你在打灯了。右边。对。路边停车啦。停车。哦，停车岗。看时间嘛，吼，咱今麦是。小不好看。加线加五秒哈。啊，先开超过。对，他说不一定要超过哦。耶！他妈直线嘞，九百步。有啊，我就不要嘞，压力就大哎。不会，你根本想咋放咋。好，过了，进了，进了比赛啊，算你。哇，进了，有，进了。现在几秒啊？第二关。现在十二。
啊，叫 S 级 ，S 级，后开 S 级，我不赶时间哦。哦 ，S 级加好 ，S 级来啊！S 啊，进来 S， 出来，到时候进来。我干这困难啊，真困难。你看我讲你也袂使啊。哎，袂歹呢，咱来叫伊落去行。哎，这他这个厉害，我厉害啊！有没有拍前面30啊？没的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两次了，好了，慢给妞，今天，搞掉电，搞搞掉啊！你敢自首不？垮掉，搞掉啊！你要自首啊？我是节目效果，效果啊！啊，等等，你好，我是金金。别，哦，他现在搁在哪里？站站，要退到底部。别再前进，就不能前进啊！前进就错赛了。惊险，惊险！不丢！可以了吧？出！哎呦，太输啊！阿金马嘞，绕外圈，外圈，哎，绕外圈，阿跨行点阿点哦。现在几分钟了？现在3:19。哇，还有3哦。好干哦！是啊，这样不公平啦！我多了10秒，大家都拄会到的啦，不要紧啦。会到吼，大家都拄会到啦。但你拄啊拄着变顶，哈哈哈！所以看比较紧，比较紧。上坡起步有规定停的位置吗？有。有。不能压倒吗？有火刷吗？有线。就是在白线里面哦。对，然后有两个白线。哇，白线里面雾，也在给好不好？在啊，在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干嘛？全部档位啊！哦，被打火啊！你老师哎，在这边啊，敲啊！那你旁边无语啊？有啊，后来这要停一下，直接停要停一下，停车再开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我要三档哦。准备要停，啊！我坐在后面看，我坐在后面看，我坐在后面看一圈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十分钟又扣了15秒，分钟扣了15秒。发表就会紧张呢。啊，有信心吗？没有，没。我刚看科比开，我就知道应该蛮困难。40，1、2、3，Go！ 我看你过去帮我要管的啦。有啊，要超过杆子哦，超过杆子，安尼啊。看到点什么？哎，嘿，我看袂着，我拢无调哦，我拢无调。阿妈，你大了嘴巴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哦，难弄啊，快点，进了没？进了。哦，没有压到，不以为，我有看哦。你跪后边，过来一下啦。S
二十七。哦哦，是。别甩进去啊！赶紧给我。我要前进的啊！要到了！就这里！哪里哪里？哦，我是要……对你拍那一个，我是要一起拍这个。太难了啦！我刚站起，刚刚我还搞掉你啊！哇塞！哇塞！我小卡那家，哈哈哈！三十二，这个情景跟刚刚我的一样。我的手机你靠腰耶！你三个到景点吧。嗯。哦，这困难，像好像有机会会赢呢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卖公文。我很冷静的啦，啊，不行啦，看我卡在这边出不去了啦。我要住在 S 湾里的啦。你就给他压过去。这个压到了。你压过去，直接过去。没有一个弄得路远了，刚往过呢，那边就别个弄的。比这家比想象的，我厉害，我亏过哦，我可被逮到，我又压到，对不对？还没，快，压到了。小姨啊，干！OK 啊，压到了，我又压到了。OK 啊，那他要走哪里？走那边。把骨给他给掉一条，再后退，要去路边停车啊。看，哎，我出来了，都靠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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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啊，对，都靠边，你也较紧的哦。好啦，我一只牛，啊，过来是哪？帽子。啊，帽子要脱下来。跟你拼啊，你个乖哦。家里老师诶，都这样诶。我多看科比赛，我有知影干这个道理啊。哦，我安怎？哎，无够看哦。哎，这位小帅威啦。搞大了，机智了。这位小帅威啦。老鸡，你干嘛画个大鸡？对啊，阮家吃口就大。哎呀，阮家吃口就大，你是。哦，阿哥，我来讲，这是不是比想象的更加细微的哇？我那是七鬼，我对，七鬼。我真正进了吗？进了，可以出去了。我刚是不是差一点点？哦。然后外圈。停！要过那个才可以打，哎，别停！准备点。哦，红绿灯。前面那个才可以停。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红绿灯啊。Get it！ 好了，停。得得。好。6分12。啊！哎，还没有包含你扣的哦，你扣七次。35、6分12秒加35、40。好的。七。哇。
六分十二，好，还加七，又这次又是你要惩罚了，真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对啊，我还被红绿灯叼到了，早知道冲过去我还中五秒。没有，那不良示范不行，啊，不能闯红灯，不能闯红灯。啊，泰山那边请。泰山要不要试一试？花絮嘛，我泰山可以录解一下噻。太硬了，真的那个，尤其是那个，我卡在 S 型卡太久了，对啊，一直出不来。我出不来啊，干。S 型就这样鬼打墙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挑战第二圈吗？我一直都很，因为我们默记那个 一些标记。那挑战第二圈吗？不用了。你真的不开圈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哎呀，还是泰山开圈好了。泰山开好了，泰山开了，泰山开了，拜拜。不要啦，快点，不要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啦。妈的，我不会开啊。好。OK 的啦 ，OK 的啦。等一下你下开，会不会那个啊？一开始就洗我，是不是？你在找什么？怕啊！好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在找什么？你找不到一档在哪？对。有啊有啊 ，OK， 还行呢，也还可以啊，对，还可以啊，还不错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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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还行呢。先生，你差点停住，可是会熄火。我刚才夸赞你呢。线啊！啊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算了。我甩我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给你，我去。好。哦，就是我。看呢，打滑了呀，上坡起步打滑。对。其实技术最好是他、啊。停停！好，然后再开。节目效果啊！我是歪。没有，没歪，没歪。好，二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都会打滑？因为伊惊的话，所以伊门拢包得大啦嘞。哦，他怕熄火。对，欸、不是啊，那有人见面怕 S 型肚里面就好嘞。哈哈哈哈哈！最后还熄火。那刚熄火就四次以上的。哦，我讲九次以上。好，好，九次。好，哎、欸，开机挺好啊。再让添加，挺好啊。以前我考试还303呢，是啊，小凤山嘛，我也是303，树立树立303。哎、欸，要不要玻璃？哎、欸，这种 S 来扣跟不扣扣？太小台了吧？那个没有在规范里面了。不行，嗯，太小台 S 不行。你要 S 没在，就是太短了。骂举吧，骂举好像也有。哦，所以 S 请这来。哦，太好笑了。看，我觉得这个哦，我们今天这个像是。天刚去游乐园升碰碰车，那个就搞定了。哦，就想去游乐园升碰碰车，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真太有趣了。敢讲碰奖？访问一下。好烂，忘光。这已经不是忘光的问题。我这边你 S 型，我头好头，我叫 S 型，基本都搞定。为什么正面进去就可以压到天？有啊，你妈的 S 一冲进去，我已经撞死了几个人，你还不知道？有吗？类似这样，已经难搞鬼啊！我刚刚，我给你，对啊，就是冲而已，冲而已啊。你刚才问的是第二个好啊？赛后访问，赛后访问一下，赛后访问什么了？干，哎，为什么会？所以你刚刚那样是几分几秒？6分15秒，还有记忆哦。有啊，扣了几百秒了，加的都没算到，加了大概七分钟吧。好险，这一次的那个至尊大对决的惩罚还没有想好，有啦，想好了啦，就是那个赢的请输了吃意大利面，没有没有没有这么简单，意大利面，我已经连输两场，我应该要再办一个我比较会赢的几率高一点。那比如说什么？不是，上次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这样我知道了。是啊，我既然拼不过最强的，对不对？我找一个比较弱的加入。下一次 PK，、哦、我就把戴珊拉进来，三个，这样我应该是至少不会最后一名了吧？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今天很谢谢这个大龙港，大龙港驾驶训练班哦，然后借给愿意在这个借给我们这个场地，然后在这个在东湖。对，东湖，东湖，哦，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们把他资讯放在旁边，嗯，好吧，有没有推荐的教练？对，哎，来，教练来了，教练入境吗？收车嘞，教练，你要来收车，来推荐一下，没有，教练怎么称呼？没有推荐，我们就是大家，哦，其实我们教练都好，我们教练都很好，每一个都很棒，所以只要来这边，对，只要每个教练都可以，对，来这边报名，每个教练都是温鬼，对，好不好？不要像我们刚刚这样子，一直压线，大家还有熄火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